我是安逸嘞，我是料理先生，我好煮菜，没好交朋友。料理唔但想做得本人吃饱，没做得来群人老人之间嘅距离。我要用料理老大家分享我嘅想法、我嘅感通，还有我嘅爱。我是小虎，从这道菜，我亲爱吃好吃的东西。古时候对料理很注重，当有兴趣。我可以跟日式烤肉店，大摆我可能认识到好吃的东西，表现出满足的表情，很快乐的笑容，解决我欠欢喜的事情。欢喜分享是一个有关爱、老分享的分享。我就决定带着欢喜分享出发，去拜访台湾辛苦付出的劳工朋友。假使有看到我的，欢迎分享你的食材，希望大家做得老外头空下来欢喜盼着哦。欢欢喜喜，欢欢喜喜出发呢，祝风太大条西，祝风太大条西，好朋友夹夹来，好朋友夹夹来，爱唱一首红太，太家空下来大条西。经过两季的节目，我就认识全台湾众多的劳工朋友，每天也都从来没做过的事，都也到劳工朋友的身上，除了皮肤祈祷的专业，很多祈祷的面孔，看到对工作的热情，对生活正面的态度。今本日想我用感恩的心对全台湾的劳工朋友讲一声，唔到辛苦的请继续加油。多关市一个地方有一间外国政府创立的智能发展中心，本智能不足的朋友做得得到专业的照顾。一般的老小虎今天带着欢喜来到中心拜访一道辛苦的先生。老师都在等人的。洪老师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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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虎啊，冯港冯啊，有来过了吗？哎，无哎，关系系有来过啦，唔过啊哈，华光教养院系来替拜来。哦，是真头前喺田柱堂啊。哦，田柱堂，一九年哦。哦，三十一年了。哦，一讲了。三十一年，我来看嘛。好啊好啊，你来看啊。好啊好啊。好好好。哦，两位有生命有了。哇。两位。两位是创办是三十一年，田柱堂都了啊，六十四年。哦，有六十四年了哦。两位建筑都六十两年。哇！呀，上边都用来创办人叫神父，的确在台湾贡献当中啦，帮助当中台湾的像智能发展的事业。哦。诶，每出钱本来像他穷苦的人，那事业去读书。我的创办人哈，叶尤根神父啊，特别伫遐做神做传教嘛。是去市场查起来，去从喺武汉看到就在西安买吼，行来行去，第次到西买吼，出差全部系有智能有问题的啦，还会不愿意欺负，所以第都都好关系了这地方，华光本铺啊，特别系传教佛教，热到热什么拥堵咧，是头来会开始，两个西安买土过来，因为西买土木碑其实还会不愿意欺负。唐爱彭组长的介绍，张迪原来一下有很多的沙公先生延续等神父的爱心，一下的老小虎就要离开那，也得先生的工作内容，你哟。
来喽，我慢慢走哈。对，田园乐，体验一下。来堂今嘛，老师讲，你想讲，基本嘅就本来唔会，你笨笨讲，也爱错，也爱猜。嘿，有把唔错呀？我哟，伫乡下唔伫那条街呢，唔错个是，唔接到个是啥？其实我把唔错。咩卡软样搞你？所以提倡起来讲，哎，你爱猜，你爱错，因为得见摆种个猜，系冇空样。嗯。乡下一种玻璃猜。嗯。上海一种那个泰菜，嗯，上海有种葱哎，嗯，上海有种玻璃菜，哦，所以个各种菜，也袂无同样，也袂无同样，哎，上都也无同样，所以讲几位都奇怪，金白白也无同样，一个错上都嘛无同样，哎，所以讲几多位无办法连接，啊，连接这一部分对几多来讲是困难的，哦，系几无办法讲举一反三连接这一块，几无办法。我就是要听听呢，听听你搞，听听搞，嘿。嘿，你跟他称兄道弟呀？到了吗？到了，大家再请你往前。你把这一块，那旁边的要拔掉，要吗？对，慢慢，像要做好的就。你先拔一边，然后再回来拔另外一边。叫什么名？叫那林那个林峰胜。林峰胜。他无口语能力啊，唔会讲话啦，我只会用笔啦。用笔。你笔笔看好不好？用笔给他看好不好？他就不要，他不要摇头，他不好意思害羞。降三分哦。嘿，降三分。哦。九十道，先拔这边的，也是臭哦，也是这个菜哦。哎，你学生的吼，当搭心肝啦。像我哋去拔东西呢，吼，拔东西，佮推个一叠叠，我都放喺旁边听，佮都下辈子过来拿到，然后特别垃圾桶样嘅，所以佮都当地形状去做物嘅东西，人都可能会感觉讲，佮都戆戆吼，唔丢看唔丢相吼，唔过佮都当真。那全部几班诶？礼拜回家吧。礼拜五要回家。哇，拔很多错啊！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你拔很多？系啊，拔很多错，拿来。拿这么厉害？我拿来做啊。钙片才多，母亲才多，对呀。嗯。好了，大概两米。哪来多？那这样走，哎，你要躲到哪里去了？那行来。哦。那行来。老皮来了。不行。不行。好。好，到这边。我多要啊。哎，拿多了。爸爸，看袜子吗？中巴，礼拜五来接你。哎，看袜子。对，要穿袜子啊。不穿袜子不行，要穿袜子，要穿袜子啊！啊，对呀，从这边回去。要堆肥吗？对，我们到最后会把这堆肥像那边一样堆成堆肥，会比较好用。对。刚刚等下来只啊，虽然佮唔会讲话，不过佮佮收佮上啊，收佮当地影响呢，佮帮出咩当影子呢？咪佮讲话用来帮出的，不过佮唔会讲话，佮真系硬币硬币，不过佮收啊，收佮当真当我搞当地影响。老师，我做饭用做得无？哎呀，同奖同奖！你也做用，唔得做饼的烘焙班，然后穿基本的服装，基本的装扮，会装好来。哦，这也是一个卫生的概念啦。哦 ，Hello， 早安！哇哇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在拔香草，拔香草啊！哇，啊，原子中个香草啊，摘过来处理，要个刮刚刚吼，掺落去个饼干，只会只会口感会很好。哇哎！佮然后，侬不同都佮买佮饼个呀，全部就变佮发酵个。啊，不过叶片变佮诶，也是新鲜的植物诶，变到点地度。嘿，随手去摘个，摘过来处理，马上处理，所以就最新鲜个。嘿呀嘿呀嘿呀 ！Hello， 各位同学，你们可以教我，可以教我怎么拔这个香草吗？这样吧，怎样？你要给他们看。
根不要，哦，只要叶子，对，只要叶子就好，只要这个叶子就可以，只要叶子就好。那我现在要当老师教你们别的，前面、后面，后来会变什么？谢谢。100块，全部100，全部100块，全部100。今天就把它变成那个冰箱小西点，嗯，放到冰箱里面，就是做一个条状的。哦，用切的。嘿嘿，强强哎，按你搓，哎，搓，嘿。哎呦，你看这边点子。手不忍忍哈，强强来轻点它哈，这样行哈。我下去用牙来漱强强的，我下去。哦。啊，用唔着。巧一下，黏黏的。哦，这个饼干圆圆的形状是秀英老师教你们的，对吗？对。那我现在要当老师教你们别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。好，一样哦，要搓圆圆的哦。然后现在开始要前面、后面、前面、后面、前面、后面，后来会变什么？你们猜？汤圆。然后我要公布答案咯，好，张开，哎，变什么？这什么形？长方形。对，长方形是不是像一个棍子一样？对，有没有？还是像毛毛虫？像毛毛虫。像毛毛虫？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改做毛毛虫的形状好吗？好。老师周等吗？周等，很有创意耶。好哦，来哟。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在特教，嘿，因为里头是他特殊啊，借着这个工作来充实他们的生活，所以专业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去上，大部分都是专业的。有时候工作需要辅助的，我们也都会去上。家人啊，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他专业该啦。当他们不会从零开始，我们慢慢这样抓着他的手，一步一步按走。带到他们可以自己放手，本己都去搞一周，我就觉得说感受蛮大的。瑞荣老师，哎，你好，哎，嘿，很好，爱安夜嘞啦，哎呀，哦，就是搞几条，做皮包的先生，哎，用这条线好了，没关系，你先绣好了，你就绣过来，没关系，哈，好，你自己画。给大家一个话，所以我也是讲，偶尔提醒几点，透过文献，还给他好能力好好啥呢，哈，给我一个是决定给他颜色，所以每颜色每爱来一配的，给这个配的，嘿，给他讲，还羡慕嘞。基本那些，还我当时提供给那些，而且自家会穿线，对，两代后，我大概两年前，因为也老了，所以佮必须要戴墨镜。哦，哇，基本差不多50岁了。对啊，嘿，哦，你好厉害哦。这要做包包是吗？我看到外面的那个包包是你们做的吗？是吗？对啊，真的。全部系，全部从几样叫小号嘞哈，一关一关，你都会车。车的工作，系唔系其实个基本嘅条件就会较好的话，做的控制，是噶。稳定度好，还有它的那个，佮讲个木水啊，哎，好。不过，从几是自闭哈，你可见佮眼力冇几好，但动接近，但是佮车的很快乐。哦。他们情绪好的话，他们就会很稳定的。我们怎么教他，就会慢慢的学习。如果情绪不好、不稳定，我们就会比较辛苦。就是，相同的一件事情，就要反复教了很多遍。
要买多少，这样子就是帮助他哦，对，帮助他。你看他现在伊俩嘟嘟如喘好嘞，喘好嘞，所以他俩问题都第二次嘞，第二轮嘞，哎呀，对。哇，你穿的珠珠好漂亮哦！这是一个辅具，所以唯独我俩办是给给小，但是给没办法连续持续安养，所以它是唯一穿珠珠的。哎，对，你穿的珠珠好漂亮哦！你喜欢穿珠珠吗？对，好棒！他们本来可能对机缝啊这方面的哦，可能他们就都不会。那从这边给他们训练，让他们的情绪能够稳定下来，因为有时候他们都会把自己头发都拔光，把他整个满满的头发拔到光头，或是说把自己的牙齿都拔光光。从这方面，我看到说，哇，他们怎么会这样，自己这样，为什么会这样自残？好，跟他们讲，有时候他们还会怒骂我们呢。好，这方面有时候他们也会打我们，他们的情绪就是会这样，没办法。你受伤之后回家会跟家人说这件事情吗？还好，因为家人讲他们会担心，所以你是选择不讲。对，因为讲了，我觉得这个是啊，我们自己可以。有时候他们又很好啊，可能我们时间过去就好了啦。因为家人就觉得，哎，你在这边会，他会很担心。有当多位老师都要骗，风湿公演呢，正因要付出这七家当多个时间啦，哦，然后可能就没办法。顾到自家嘅家庭，要做安养嘅先生啊，唔但只要有老师嘅能力，还要有爷爱嘅爱心，嗰还要有乜嘅咧？就系医生嘅功能。因为记得全部就唔要像安尼自家屋下嘅生意咧，安养安健健康康，就系除了要照顾记得嘅自家心理，还有身体，嗰还要高级记得。技能，本记得去看有办法对自我的那种信心的建立跟能力的建立，也一点嘛知道，哇，真挺懂难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就通通买下来，好，谢谢你们喽，谢谢。100块，全部100，全部100块，全部100。对哇，你有算过几包吗？7包，七包100块，哎，7包100块，一包多少？200，1包50，是我们卖1包50，250块，1包50，那7包呢？270来的。300，老记得也一群的学生的啊，乡下，然后高做毕业的，真因同欢喜。不过还没吃到过，哇！还没做的都记得会欣赏的，因为基本因挨到高做同欢喜，啊，都也得会学生的地度，挨张真因感受到也得欣赏。做嘛该做的，做也得投入做研究。因为做的都也得会学生的地度啊，这都按用当单纯给回馈。英公，姐姐你好漂亮哦，糖豆也激发哦，就知道讲哦，谢谢。哎，闺女的就有不你鼓励都会看过啊，知道。呀，毛毛虫饼干。糖好。还知道金门的心肝地肚的感同动作。哦，哎呦，听音拍了，给到心上这一动辛苦。哦，很动有耐心嘞。哎呀，耐重。鼓手，俺都听出个潘总的调色。好啊，叫老师多少？差不多三分两三。我还好了，是不是在重做三分钟嘛？对了。根本地迄院生用个啥？对哦。记得了，生发按院生门一照顾。对哦。该院生用啥？
院生老先生加加起来差不多60多张。60多张？嗯。说得来，你缝一拍照有没有拍很多哎？听说说的。好。分配工作。嗯嗯。嗯，请穿，来请你。来，估计请穿。哎。60多张。哎嗯哎，哎给你，哎你哦。嗯。哎穿。哎。好。走的走的，凭心性，凭能力，上忙大兵。嗯。好啊。翻一盘照，我们还种多少？好。嗯。好，给米饭。你请，你请。买。你要做的吗？做的啦，现在买。有班哦。买。做的哈、哦，天帮我打什么了？哎，请问吴妈妈没有？要被判作的任务，真行动困难。要准备60张桌，630斤的菜，还有盘条。木盖、竹灯、盘碗，都得去耐潜咯。正经的烤冻爱得喂，制作团队潜资料大天发，潜资料大天发，希望做得潜到潘总所有需要的材料。就这了，我们到了，进去看看。万喜平，谢老板在吗？你好，谢老板，你好。哇，你这么年轻哦。是，你好。对，我是那个跟你之前电话联络，有欢喜办桌的小伙。是，你好。你说你可以赞助我们一些海鲜类，海鲜内容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我不会白拿你食材，好。对，我看今天你办打工什么，能帮你什么？好，我来跟你换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刚好有进来一批鱼货，还是来帮我处理鱼。真的吗？不怕哈。好，好，不嫌弃啊。那我们到后面去。好，走走走。接下来这些鱼都是我处理的对象了啊。哇塞！我没有处理过这么多的鱼，可是看起来这些鱼都应该杀好了吧？对，我们到后面去那个做清洗的动作。哦，清洗的动作。对，好。我们要把这边清理干净哦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用一个刀子，把这边稍微刮开。嗯哼。刮开之后呢？嗯。开水，用这个刷子把中间刷干净。两边先一刀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这边先一刀，好，这边一刀嘛。对，我们开水，好了，然后用刷子，刷干净。这样算合格吗？对，我这样子就有95分了，另外95分了，这边。哦，对，小东西都要把它拿掉。你的品质要求是蛮高的呢，哦，嗯。好，这样子就有100分了。100分，耶！入水。哎，收得真巧哎！我接到电话的时候，其实我还蛮惊讶的，我以为是诈骗电话，我想说现在怎么会有人会打这种电话来给我们这样子，但是了解了之后我才发现是这么有意义的事情。那我也认为说能够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，对我们台专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好的事情，那我是很开心去做这个事情。这些都是你刚刚洗的鱼，洗的都非常非常的干净。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动作，我们就是要把它送去急速冷冻机。
那我们这样就完成了。那我们会放进去之后，我们就要开急速冷冻机，来让它做冷冻。跟着住厨房老样，我们来。原本只有三桌嘛，对啊，这边就是要吸收57就对了。对对对，这边就是摆三排啦。为什么这么轻松？现在要把货搬到车上去，搬货是不是？要去送货了。轻松铁路，来，先把手套戴着。哇，这又是几度的？这个？目前是-14.5度。-14是不是？来，要搬哪一个？那里面这些。我们先搬前面这四箱。灰色这个是不是？灰色的这个箱子。哦，这另外一个世界吧。妈呀！哦，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推到我们的货车那边去。哦，我真的知道那个拍电影，你们为什么进里面会很紧张呢？好冷哦，对啊。那谢老板是今天还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？今天帮的很多了。我现在表现 OK 吗？我给你100分。真的吗？对。那接下来华光叫你的海鲜就好。好，没有问题，走。可以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来亚尔的古新牧场给采糖，请亚片潘总给太厨师来让来天数潘总。亚伯的潘总是有当道的师傅天数，虽然都有用天花联络过，还没想到亲身去邀请几道，希望几道都做得来天数。电视台那个，我们有通过电话。
个电话联络过。对对对，那货准备好了在后面。真的，谢谢谢谢，真的好，好。好真的谢谢你，谢谢你哦！不会，就靠你哦，真的靠你，靠你这边。对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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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60桌哈，我们把工作分配一下，分内场跟外场。夜班二主管按多少人生？枪口爱老小虎，还用公众人员，是无可能做会到的。好彩有请到爱心餐饮团队，相信透过大家的专业老爱心，恐吓合作，听众做得完成夜班的盼众任务。这次真的是要麻烦大家，如果没有各位的话，没有清泉师傅，大家可能我跟小虎两个也做不到，要煮60桌哎。不过大家都很有经验，所以应该没有问题。大家共同努力啦吼，加油！召集人员会啊辛苦着，物资啊，会募到各种的食材啊，比较困难。希望讲大家吼，共同同心协力，有年龄的人吼，做得多加入我们这种行列啊。经过大家恐吓三盲大兵过后，爱老小虎会带动欢喜平常，出发伫华光智能发展中心，老大家恐吓来欢喜攀走了。根本啦，安尼都系也系华光教养院嘅油根山猪。哎呀，安尼都也变出彩咧哈。唔过呢，安尼嘅欢喜会抢安尼好朋友来去办一批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那现在哈就要麻烦你们帮我把这个冰箱搬到里面去。哇，没问题，收大家收我们的。对。哇，猛男秀，欢喜猛男秀来了。哇。都制作单位辛苦给联络过后，也要动用爱心给创伤，不但请愿意提供材料。韩祖宗老材料送到现场，真人本人同感通。接下来就交本爱老小虎，还有亚豆太厨，老太家的爱心变出澎湃的料理，分享本亚豆辛苦的老师。57啊，这边总共57，还有3桌在里面。三桌在里面，原本是有3桌嘛，对啊，这边就是要吸收57就对了。对对，那你这边就是摆3排啦。轻松，上班，上班，
卖进一盘了。有赞哦。先不要喝太多饮料哦，等一下有很好吃的菜哦。请上菜了，快点。寒天，山风的一台座，天使真紧当寒。也都来自各地的专业台厨都当热情，秋月热起来，准备要用清热情的方式来做料理。看起来，根本一个盘子，天朝做得满足大家的味。都要安寒的天使，心肝地肚没感觉到当受暖。现在这是要做什么？蒸鱼。越接近油面，有蛋哦。哇，然后呢？这这样对不对？这样剁过来对不对？喂，为什么我剁不断？用心。用心。这么厉害，有用心。这个呢？鸡屁股怎么办？留给你吧。哦，这给你。现在老干还现做一条，这是什么？牛肉卷，这是牛肉馅，它是牛肉外皮。这是什么？纸包鸡哦，是什么？西卤肉哦，西卤肉，这是练字不要讲的哦。先吃这么澎湃啊！今天呢，我们清泉师傅啊，还给不给安尼压一场给总主厨，古说啊，也根本也所以为就谈价，哎，好，什么？哎，好，承蒙啊哈，师傅，承蒙太高。咩啊？也根本也也好，总共有六十种咩哈？哎，啊，也台湾人数有拉嘛？拉哦，对呀。过啥先？对呀，来看，来看，哎呀，当中今也拜清凉啊，大概就唔是做行来行去就好诶。好，辛苦啊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，啊，辛苦，辛苦。外面呢有57桌，端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，因为有很多很烫的东西、很热的东西。那因为如果说他们动作太大的时候，可能要注意一下安全。你们是跟那个院生们第一个的接触，所以说跟他们可以有更多的互动啊，哈，让他们有觉得我们来这边是很开心，然后很愿意跟他们参与的。因为你要这边57，然后里面3张嘛，所以3张有3张，留3张下来，不要哭。生活组也在舞台的中央，这边还有位置。吃的菜哦，
把你坐着吃饭哈。旁观的同学请注意。现在哈，我们厨师呢，平常呢都嬉皮笑脸，这个时候呢非常严肃，不能跟他开玩笑。鱼就可以上了，因为第二波走，正走第二波了。好，是，可以，好，行，第二波站，那个 B 勾 B 勾，哎，请上菜了，快点。一个人两盘吗？对，等一下做，你要第二波吗？我最后，最后。创作诶，哇！不过啊吼，最近看到很多个通演的厨师，然后工作人员，还有很多个食材的供应商，然后来咱来到乡下欢喜拍照。哇！最近心肝的感动啊，最近难六十种种挑战成功诶，当真的就会吃到讲诶。一下一步，哎，都很多在做马改。太好吃了，谢谢。今天拍到拍六十种种，哦，那糖尿病动态又增长。这半年时间，简单的唱歌跳舞，就能收到安尼哦，都动灿烂的笑容啊。从看到人这个人，人好手好脚，正要好好的病，他大病的。今天啊，真个要感谢安多的厨师，哇，今天来到同伊像百个人啥样的哦，来天主将孙师爷停下流水上到潘后，真个当感谢起来。这次来了100多位的志工团队，那这个志工团队里面呢，有不只是厨房里面的厨师，然后也有外场的餐饮的从事人员。虽然我是召集人，这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其实功劳都是他们的。然后除了这一群可爱的厨师、餐饮团队朋友们，还有像食材的供应的朋友，还有也给我们很多鼓励的福伦社的朋友，我觉得也谢谢他们。虽然在大太阳底下，不过大家都非常的开心，都煮得非常的开心。然后我就问这一些厨师们，我说为什么你们7点来到这个地方？睡觉的时间并不是那么多，可是大家都嘴脸上都挂着笑容，因为他们告诉我，他们觉得做这样子的事情他们好开心，因为他们可以跟别人走出来，走进人群跟别人分享，而不是在厨房里面默默的那个付出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棒的一件事情。今天的料理好吃吗？好吃。我们用最热烈最大声的感恩来谢谢我们台上的厨师们，
跟着我说，厨师们谢谢你们，好吗？好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厨师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台上所有的朋友，谢谢。做一位料理师傅，亲欢喜的事情，就会看到大家许多动满足的表情，心肝没有冷冷的满足。做一位先生，亲欢喜的事情，就会看到学生的认真学习，慢慢进步。发光智能发展中心的先生，用他们全部的爱来照顾一道学生的。十梦夜拜参与欢喜烹作的料理师傅，还有老外头分享食材的朋友，因为有唔到本金本意的欢喜烹作，受暖又感通。十梦夜，流汗的朋友。